好，我们接下来看 7.2 的这个课文的部分啦。So, 接下去我们 7.1 呢，我们就教了圆形的周长，还有它的面积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伞形，伞形是什么呢？伞形其实就是圆形啊，它 cut 某个部分啊，很像说在这一边呢，它就是把这个 AB 呢给 cut 出来啊，然后呢对进来呢这个角呢，我们叫做圆心角。OK，so AB 对圆心角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呢，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弧长怎么算。也就是说，它有 AB 这个弧。他讲说 A 跟 B 呢，它其实分成了两段弧，一段呢是里面的这一段，这个比较小过半圆的弧，我们叫做裂弧。小过半圆的。大过半圆呢，也就是说外面这样子绕哦，外面这样子绕过来哦，就是蓝色虚线的部分。所以这个大过半圆的弧呢，我们就称为 U 弧。U 弧，OK，U 弧。那它的角，圆形角其实有分的。角一的话呢，我们叫做裂角。圆形角裂角。然后呢，圆形角如果是 U 角就是这个二号。所以有时候要需要懂它的名字这样子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，这个整个图形，如果我们拉过来，像 AOB 的这一片呢，很像扇子这样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扇子，扇形，扇形。那如果比较小的这一片呢，我们叫做裂扇形。大的那个部分呢？U 弧所围的围成的伞形叫做 U 伞形，反正就是大于半圆的那个呢，圆心角弧长全部大过的就是 U，小过半圆的就是裂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我们要算它的弧长怎么算呢？就是说我要算这个伞形的弧长。像这一边呢，ACB 的这个半圆这个弧长你可以看到的是，它的整个弧，这个半个弧，这个是 ACB 的弧它占了整个圆的一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讲说二派 r，跟这个的比例是等于二分之一，那这个。圆周角是360然后呢，这个角度是180，说这个比例你也可以讲说它是360分之180，所以它的这个二分之一的比例呢，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模式，去把它呈现出来。你可以用这个弧长的比例，像整个圆跟这个弧长的比例会是等于四分之一，90度的话呢，就会是四分之一。而且90度就是360度的四分之一，所以简单来讲它的弧长跟整个圆周长的比例会是等于360度跟它的圆心角的一个比例。最后呢，我们的圆周长呢，因为是二派 r 的关系，我把它放过来，再丢过去，这个就是你的公式。所以我们以后呢，我们要算它的。这一个弧长呢，我们怎么算？我们把整个的圆圈的弧长，就周长二派 r，再乘上360分之这个角度，OK。所以这个360分之西塔基本上就是那个比例啦，就是说它把整个圆切成了几分之几这样子的意思。所以只是方便说，我们的如果是以角度来呈现的话，我们就360度这分值这个角度，然后这样子来看那个分数值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题一像这一题，我给了圆形在 O，AB 的弧长是多少？那 AB 的弧长我们直接套那个公式的话，360分之120，二派 r。它的 r 是14，所以如果我的派把它换成七分之22，然后这个我们进行约减呢，应该就得到三分之一。最后呢，约减七，得到22乘22得到88，88除以3得到29又三分之一。
OK， 就大概是这样子了。再看一下例题二啊 ，U 图我们有圆形 O， 已知 OA 是它的半径36，我们的 AB 是14拍，请问 AOB 这个角度会是多少？我们还是一样的套公式，我们先设这个 AOB 是西塔，然后再套公式 ，AB 的弧长是等于360分之西塔乘上2拍 R， 这个 R 放36。下一步 AB 呢是放14拍，拍可以约掉，或者你可以讲说360乘过去，2拍拉下去变分母， 36也拉过去分母，过后呢再一次过呢越减，拍跟拍可以越减7，14跟2可以越减剩下7， 36跟360越减剩下10，所以就会得到7乘10得到70，这个角度原来是70度啊，这样子来看 OK。然后再看一下这一题，例题三，我们有圆形角 O， 已知 AOB 的角度是105 ，AB 的弧如果是55 cm 的话，请问它半径会是多少 ？OK， 一样的啦，套公式，然后 AB 弧会等于360分之105乘上2派 r， 我们这边 r 我们不晓得，好 ，AB 的弧就是55，然后呢派放了7分之22。过后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做法啊，这样子的做法呢，然后360度乘过去，360乘55再乘以7也是乘过去，105拉过来变分母，2拉过来变分母，22也拉过来变分母。为什么你讲哎，这么他要这样子做不要乘出来，你要知道哦，我们这个初中阶段没有计算机啊，之前我好几次呢就跟你们讲说要用这样子一个模式，所以真正来讲你可以看到课本也是这样子做，因为啊我乘出来那个数目会很大啊，我没有计算机很难乘啊，啊所以我变成了全部拉过去了之后呢，你再一个一个月，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看到的是我可以越哪里嘞，啊我这题我们来也示范一下啊，我可以越11对吗，55越11得到5，22越11得到2，过后呢我94 36我这里224我直接越4呢得到90，对不对，然后呢我再越一个5 520 515越掉7 73 21 90再除以3得到30，最后答案呢就是30。你看这么大的数字如果我要先乘出来我都不会乘的，我跟你讲这么大的数目啊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呢，如果我进行越减了，一个一个接，这个月可以跟这个月，这个月可以跟这个月，越下，哎，好像真的是蛮不会说很难，对吧？不会说很难，而且你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的老师呢都会设计好那个题目，让你可以很容易的越减到，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答案呢也是呈现整数，啊，只是那个练习题好像也是。那个练习题比较不好一点啊，刚才做的那几题练习题有点太过不是整数。OK， 我们再看一下这一题哈，所以它练习14的部分 ，O 是圆形 ，AO 是8米的，我们要 U 弧就是比较大的这个弧 ACB， 如果它大的这个弧是10拍的话，请问 U 角 AOB 就是这个角度，所以我们先设这个角度为西塔的话。OK，U、okay, 弧10拍，怎么找出来360分之西塔，再乘上2拍 r 对吧？它的 r 是8 ，OK， 我们拍可以先越掉。哎，当然如果你讲的哎越掉有点奇怪哦，左右越，老师我没有看过这样的越法，哎没关系，那你就先搬过去对面360拉过去变成乘360。2拍 r 我们也拉过来变成2拍再乘以8，过后呢我们再进行越减了哈，那这边是西塔，越减越什么呢，越4 94 36越4得到2，我们越拍我们再越2得到5，我们再越2得到45，最后我的拍就是45乘5，好，哎，我不拍吧，我西塔等于45乘5，55 25 54 20 225，所以西塔是225。
OK 啊，你可以看到的是不要沉出来，然后我们翻过去，全部翻过去，然后再进行阅卷。如右图所示呢，我们的 OAB 是一个伞形，OA 呢是45度，AOB 是80度，请问它的伞形的周长？这个注意哈，我们刚才算的全部是弧长，周长要讲啊，记得要加45，再加45，这个也是一个常常学生会漏掉的一个陷阱。好，所以呢，那个我们先上弧长好吗？对呀，弧长。先上弧长的话，我们有360分之80，再乘上二派 r，二乘派是45，派是七分之二十，3.14，乘上 r 是45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约掉一个零，我们可以约掉一个零，我们可以约掉一个四，九是36，我们可以约掉一个九五四十五，好，520，十乘3.14呢，就得到31.4，31.4再乘以二呢，就得到62.8，所以弧长是62.8。它周长呢？注意哈，周长是62.8，还要再加上45，加上45，当然45加45等于90，就会得到90加60得到150，所以152.8，OK，就是你的周长，OK。好，那我们连下去讲啊，直接来看。接下去呢，就是我们的伞形面积了啊，是一样的情形啊。你们的弧长呢，就会跟那个圆周长的比例，对吧？那个这个面积啊，这个伞形的面积呢，应该就会跟整个圆的面积呢，也会跟这个360分之圆心角一样的一个比例，对不对？一样的比例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找伞形的面积呢，我们把圆的面积给乘过去对面，啊，圆的面积就是派 r 平方嘛，派 r 平方放过去就会得到360分之西塔乘上派 r 平方，所以你会看到呢，哎，这一个圆的周长是二派 r，圆的面积是派 r 平方，伞形的话呢，弧长的话它就是用圆周长二派 r 再乘上360分之西塔。这个面积也是一样呢，就用圆的面积派 r 平方，再乘上360分之西塔，所以它的整个的精髓啊，伞形来讲呢，它是用了这个360分之西塔作为它的那个那个比值，在前面乘一乘就可以了。啊，其他的东西后面的东西跟圆是一样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例题啊，例题四 A。OAB 是一个伞形，OA 是 10cm，这个半径是 10cm，AOB 是108，那伞形的面积呢是多少？所以我们用360分之108，它进行约减，约减36呢就会得到3，所以是10分之3，它的派刚好是100哦，就100，它的 r 是10的平方就得到100。100乘上3.14就是314 a，然后呢，314再乘以3，再除以10，就会得到94.2这样子了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面积了。哎，跳公式而已了哈，没有什么问题。那接下来看例题五，U 图我们有 OAB 是一个伞形，OA 是 10cm，已知它的伞形的面积是40派。AOB 的角度是多少？我们先设这个角度为西塔，然后容易带。过后呢，把那个公式写一遍，伞形的面积是等于360分之西塔乘上派 r 平方。我们伞形的面积呢，放了这个40派再进去，然后呢，派 r 平方呢，我们的 r 呢就放10的平方。过后呢，40派乘上360，再除以派，再除以100。然后呢，你会看到它派先越掉了，好，然后呢，零越掉一个十，零越掉一个四乘36等于144，
所以这个角度呢就是144度。OK， 就这样了。那再来看例题六，我们右图呢有 OAB 是伞形， AOB 的角度是80度，请问已知它的伞形的面积是72π，请问它 OA 半径是多少？就一样的，我们套公式，伞形的面积是等于360分之80乘上 π r 平方，我们的伞形面积是72π，好，然后呢我们要找 r 平方，其余的把它丢过去，72π 乘360除以80π， 派跟派可以约掉，好，这个可好像可以约出来是9分之2吧，所以拉过去是2分之9乘72，所以约掉一个2得到36，开根号9开根号得到3 36开根号得到6 63得到18，所以你的半径呢是18线。 OK， 再来看第七题了，像这样子的一个伞形，它其实是大伞形减去小伞形，就是它着色的部分了。 OK， OC 的长是多少？OC 的长是多少？对，哦，他有讲 OA 是OA 跟 OB 的中点是 C 跟 D，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 OC 是 R 的话，我的 OA 就会是等于 2R， 所以一个是小 R 一个是大 R， 当然大 R 我们放一个大 2R 小 2R 2小 R， 然后呢着色的部分呢是360分之180乘上 πr 平方，也是减去360分之180乘上 πr 平方，你把这个越减就会得到三分之一，派变成7分之22，也把它给除出来，后面就会有 2r 的平方减去 r 的平方，当然这个不难，因为它变成2244r 平方减去 r 平方，所以得到 3r 平方，过后3可以越掉，好，着色的部分因为是154，我们也放进来，最后154再乘以7再除以22，你会约掉了之后呢剩下7乘7，好，开根号呢就会得到7，所以你的半径，你的 OC 半径是7，所以着色的部分的周长来讲， AC 这里7， BD 这里也是7，然后呢我们再用三分之一小圆的周长，小圆的那个三分之一圆周长，再三分之一大圆周长。OK， 所以这边呢，你会算到这里有两个七呀、啊。OK， 小圆，这个是大圆的周长是三分之一2π r， 这个也是三分之一2π r， 大 r 是14，小 r 是7，好，这个是三分之一给抽出来。好，然后后面呢还有加上两个七啦，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 AC 是 AC 跟 BD 啊都是七 ，OK 七加七，所以基本上这里是21啦，7321基本上约到完，是吧？二乘22等于44，44加14呢就会得到58，所以它的这个周长呢会等于58线。OK， 来我们来看一下练习。随堂练习五的部分， OAB 是一个伞形， OA 是21，已知这个伞形的面积是231，请问它的角度西塔啊，我们放西塔啊，角度西塔会是多少？所以我们知道面积是怎样算的，面积231是等于360分之西塔乘上派放七分之二十二乘上 r 是21的平方，21乘21。OK， 那我们可以越减一个七，得到3。其余的呢还要再越吗？其实还可以再越哦。我越一个3得到120，我们再越一个2，这个是得到11，这个就会得到60。我们还可以越一个3，这里得到7。这里就会得到20，尽可能一边呢先越到七七八八了之后，所以你就会给得到呢西塔，再把20乘过去，我们就会得到231乘上20，
好，七跟十一拉过来除七乘十一，继续还可以再越哦，因为这里可以越十一，这里越十一得到22再加一，所以再来越一个七就会得到三，所以三乘20终于出来了，答案是60。好，所以角度呢是60度。对啊，所以这一张呢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公式其实好，很多时候都不是重点，这些公式很容易罢了。套公式，它二派 r 跟派 r 平方，然后产生多那个360度分子西塔，反而很多学生败在哪里？败在这个没有计算机的时候要怎样进行阅卷？不会阅，数目乘起来超好超大，然后呢乘出来乘错，然后呢算出来就很多小数点，然后又对自己的答案没有信心等等等等。OK，所以呢这个阅卷的部分呢、啊、必须要掌握好，OK，好不好？第二题，我们来看一下 U 图呢。我们有 OABC 是一个 U 伞形啊，因为大过半圆了、啊。已知 ABC 的这个伞弧长啊，这个应该是弧长，是等于13派。请问它面积是多少？答案以派来表示。说 so, 这边我们好像没有半径，对不对？所、so, 以我们先从它的弧长那边下手来找半径，好吧？说13派怎么找呢？应该是等于360度分之260乘3π r 平方。那这边派可以越掉哈，零跟零可以先越，过后我们还可以越一个二哦。如果越一个二得到18，越一个二呢得到13。接下去如果你知道，其实这样子也是可以越啊，13跟13直接可以越掉。所以我们的 r 平方，等等啊，等等啊，因为感觉像开不到根号是吧？开不到根号，还是我不要理他。9 2 8，九开根号变三，所以它就是三根号二，所以我的半径就是三根号二。嗯。诶，错，抱歉，这个是弧长，不是啊？你看啊，套错公式，这个是弧长哈、啊，所以乘二派 r 的，诶，二派 r，抱歉，所以我们越一个二，我们越掉零，我们越掉派，我们越掉13，这里剩二，啊，剩二，所以224哈、啊，应该就得到九，所以我们的 r 呢，应该就是算到九，接下去我们要找面积的时候。你发现到这里，我们其实可以约到什么呢？啊，不理他了，好，我们再代一次，面积是等于360度分之260乘上派 r 平方。答案以派表示，就是说我们的派就放在那边就好了，不要放任何的七分之22啊，还是3.14啊？哎，有点 lag，我这边有 lag 吗？我稍微慢一点了哈，然后 r 平方就是九的平方，我们写两次，呀，我们也写两次，过后我们可以约一个零，再约一个九，九四36，再约一个二，就得到13，最后我们的九乘13，九三27，九一九十十一一一七。派保留着，还有一个除以二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换角，我个人是觉得，因为你保留派的关系，你没有必要哦，再把它换去带分数啊，或者甚至是小数点。我个人是觉得不需要了啊，就这样子换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换小数点，应该也是可以，515，826.5，对吧？58.5派，啊，也行，啊，也行。58又1/2派，好像没有人这样子写，好像没有人，又放一个带分数，又放一个派在后面，说放没有，这个角分数的写法有，这个小数点的写法也还可以，啊，就是没有人写带分数，再放一个派在最后面。OK，所以我们的随堂练习的部分呢，大致上是这样子了。